空中精修学院的同学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要进入第四讲，两人世界的幸福感，谈新婚期的家庭。首先，我来介绍今天的助讲老师林婉如老师。Hello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台中科技大学的老师林婉如。今天呢，要跟各位同学来分享两人世界的幸福感，我们要来谈谈新婚期的家庭。今天要谈的新婚期家庭呢，主要有几个重点，我们会谈谈新婚期的美好，还有新婚期的调试，以及维系新婚夫妻契合的方法。首先，我们先来谈谈新婚期的美好，有关新婚夫妻增加幸福感的技巧，还有家族关系的维系方式。我们来听听。新婚夫妻他们在维系感情上有什么小撇步呢？我觉得就是要找到生活的小乐趣吧，就是感觉双方都要有一种要保持新鲜感，不然就很容易腻掉。维系感情的小诀窍就是距离产生美。对，因为当你不常待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不会需要有，比如说生活上有时候可能为了一个很无聊的点，比如说你饮料放在桌上，然后没有放杯垫，弄那个桌子弄到湿湿的，就会开始有洁癖的人就会开始不爽。所以当你没有天天生活在一起的时候，就其实没有这么多那种琐碎的事吵架，因为你通常会吵架，就只是为了一些很无聊的问题。我想要我的爱情是每一天都像初恋的感觉，我不想要彼此走到最后是因为习惯你的存在，所以跟你在一起。我想要我们在一起是每天都有爱的感觉。可能我们去逛街购物的时候，我就会假装不认识他，假装我们好像是第一次见面。我就会说，你好，你好。或者是比如说我们要拿东西，我就会不小心说，不好意思，撞到你了之类，就会假装一些情境剧。我觉得可能交往的时候很 sweet，就是很甜蜜嘛。然后，结婚之后，我们在忙，在工作什么的，所以会很累。那累的时候，可能会变在关系方面变得比较懒惰，或者在沟通方面变得比较懒惰。所以我们要继续就一直提醒我们自己，可能吃饭的时候要聊天，可能牵手赞美他，这个都是一个好方法，我觉得。我们应该算是蛮固定，有时间会留给对方，可能每个星期几的几点到几点，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时间都很少，即使说住在一起，可是有时候一整天可能见面的时间其实也很少，对，所以我们还是会有一个时间说，我们讲好说那时候我们就是要相处，就例如说看电影啊，干嘛，就或你有想要去哪里，或是我平时看哪个餐厅不错，那我们可以去，这样就安排。对，就是我觉得，就是一定要有时间，特别为对方留一个空间跟时间给他。宛如老师，你觉得新婚夫妻有哪些方式？我想，首先呢，一定要学会给对方拥抱，因为不论是男人、女人、大人或是小孩，他们在开心或是难过的时候，一定非常渴望一个深深的拥抱，因为这样的拥抱呢，是一种肢体的接触。所以啊，新婚夫妻一定要适时的给予对方拥抱，同时也要接受对方的拥抱。是的，拥抱会给人很多正向的力量。那第二个方法呢？第二个方法呢，一定要记得在出门前临别的一吻。你知道有时候啊，我们就是匆匆赶着上班，那临别的一吻往往会带给对方一种甜蜜的感受，然后带着这种甜蜜的情感去上班，然后时时刻刻都会想着对方。是的，那第三个方法是。第三个方法呢，就要学会调情，透过眼神的流露，或是肢体啊、指尖，其实都可以传达这样的情感。甚至有时候呢，在假日的时候，你知道，放一点轻松的音乐，点个精油，然后在浴缸上面撒满玫瑰花瓣，哇哦，真的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。对，宛如老师还蛮会调情的。第四点呢，就是一定要学会制造惊喜跟浪漫。其实这样的惊喜跟浪漫呢，不一定要花费很多的金钱，有时候呢，一个贴心的小纸条，
或者是呢为对方准备一顿美好的早餐，其实对方都可以感受得到。甚至呢有时候在结婚纪念日啊，或是特别的节日，准备一个合适的礼物，对方呢都可以感受到这样的浪漫感。听起来好浪漫哦。接着第五个方式呢，第五个呢就是一定要定期的去约会。其实每个月呢选1到3次，去看看电影或是吃吃美食，甚至只是去公园散散步，都是一个约会的方式。对，约会很重要哦。再来第六个是，第六个呢，新婚的夫妻一定要相约去旅行，因为蜜月的时候，我们都经历那个美好的旅行的过程。那新婚夫妻呢，每年也可以选择，比如说在国内，甚至是国外，让达成这样的旅行的共识，然后一起相约去回忆那个蜜月的美好。对，有时候换一下环境，会感觉很不错的。最后一个方式是，最后一个方式呢，就是新婚夫妻啊，一定要培养共同的嗜好跟兴趣。有时候比如说假日一起去爬个山啊，或是听个音乐，甚至是手做烘焙啊，或是打打球等等，都是增进新婚夫妻情感的方式。对，有共同的兴趣跟爱好非常重要。接下来我们要谈谈，在家族关系的维系方式上可以做些什么。第一个，我觉得要安排年节或者是特别的节日聚聚餐，比如说家人的生日啦、父亲节、母亲节，还有祖父母节哦。如果我们能够邀约家人一起去聚聚餐，大家聚在一起可以联络感情。是的，像我们家啊，就是如果是阿公阿嬷生日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准备蛋糕，然后小孩子们就会为阿公阿嬷庆生，其实长辈们也都会感受到这样的欢乐，心情也会很喜悦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公公71岁的影片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。很欢乐的气氛呢。是啊。好，第二个方式呢是举办家族的旅游，为家人规划一个有趣的行程，到外面去旅游是蛮好的方式。像我们家呢，就是在前年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举办了一个阿里山的旅游。虽然筹备的过程呢就是很辛苦，可是呢看到就是大哥二哥还有我们家带着婆婆一起去旅行，那真的是非常的美好，甚至是可以一边享受美食一边带着孩子看看风景，然后散散步。所以家族旅游的方式是增进情感很好的方式。我们现在人手一机，手机上有 LINE 有 Facebook， 其实透过这样子的互动也蛮不错的。对啊，像我现在跟我的公公或是我婆婆都透过 LINE 来协调或是沟通，甚至可以对他们表达自己的情感或是想法。对，有时候嘴巴说不出来的，用写的反而更有情感。第四个部分呢是用电话简讯做问候。当然有一些老人家的手机确实没有网络那么的方便，所以呢他们会想要用简讯的方式来跟对方问候。有时候呢透过这样的举手之劳，老人家就会觉得哇好温馨哦，你还记得我耶，那同时也会感到很温暖。有这么多的方式来促进家族之间联络感情的方式真的很不错。接下来我们要来谈谈新婚期的调试。什么是新婚期的调试？新婚夫妻在进入婚姻之后，角色还有生活方式关系都会有一些改变，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有很多的行为态度观念都要做一些磨合，所以夫妻间彼此适应协调的过程，我们就称为新婚期的适应。在新婚期的调适内涵方面，我们要讲四个重点。一个是夫妻之间的互动相处，第二个部分是家庭中的运转模式，第三个是
姻亲之间的关系联系，以及第四个人际之间的交友变化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听听新婚夫妻住在一起会有哪些地方需要磨合呢？我就讲一个小事情，马桶，我觉得女生一定要就那个椅子一定要放下面嘛，然后她都会忘记她那个椅子的地方，都会往这边，所以有一次我就不小心坐下去，所以我一直我会希望她可以把那个马桶那个椅子放下就可以了。我觉得是生活习惯还有个性哎，因为两个是不同家庭的人嘛，所以你原本的生活习惯就是这样，而且你从小到大也都是这样子啊，家人也都习惯你这样子。可是当你要踏入到另外一个人的生活的时候，那是很隐私的东西，所以就是很多习惯上的不一样，真的很需要去互相磨合跟调整，然后还有沟通。我另一半还有洁癖，就是他绝对没有办法接受你下班回家就直接躺上床，他一定要你洗澡了你才能上床，或者是碰到床，我就觉得很烦呢。我在家也是这样啊，凭什么我跟你住在一起，我就要就是同意你的规定？然后我觉得他很棒一点是他有听进去我的话，然后我们两个试着去沟通，然后去做一些调整跟平衡。他就说好，那如果你真的很累的话，那你回家不想洗澡，那你把衣服换掉，然后在枕头上面铺毛巾，你就可以躺在床上。我就说好 ，OK， 我接受。我觉得就是彼此去沟通，然后彼此再各退一步，然后互相做一个平衡，我觉得就可以达成就是在生活上的一些摩擦这样子。哇，听起来真的需要磨合的地方蛮多的。宛如老师觉得夫妻之间互动相处有哪些需要注意的？首先呢，第一个是个性上的适应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来自不同的家庭，有不同的家庭背景、学经历的背景，所以难免新婚夫妻一开始在个性上难免会有不适应的地方，但是我们一定要去学习包容跟互相欣赏对方的优点或是缺点。对，恋爱的时候优点很容易看到，而结婚之后缺点反而比较容易看到。好，第二个部分我们要来谈谈性生活的调适。是在性生活的上面呢，第一个是性关系的措施，那首先要提到的就是生理上的卫生。新婚夫妻啊，如果在性生活之前或是之后，都应该进行清洁生殖器官这样的措施或是动作。那如果是新婚夫妻的话，可能就是不想要那么早有小孩的话，可能要进行避孕的动作。男生呢就要戴上保险套，那女生呢可能就要服用避孕药。第二个呢，关于性生活上面，新婚夫妻一定要互相尊重，因为新婚夫妻嘛，刚开始对于性的生活难免会有羞涩感，所以呢，可能要去讨论一下如何进行身心的放松，才可以达到性生活的美满的效果。是的，还有就是如果考虑到还没有要生育的时候，夫妻之间要做一些讨论，做一些规划。第二个部分呢，我们要讲到家务分工的调适。有哪些家务呢？是家务的分工，不外乎就是煮饭啊、洗衣啊、家中的清洁，或者是修理东西、倒垃圾，甚至是小孩的照顾等等，这都属于家务分工的范畴。家务真的蛮多的。过去我们是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，所以呢好像男人都不太帮忙家事的。可是现在性别平权的观念之后，我们要破除这样的性别刻板印象，其实我也发现很多男性是愿意一起做家务的，而且还愿意照顾小孩呢。第二个部分我们来谈谈经济压力的调适。我们金钱的方面，我就是偏向个人管个人的。那我也觉得结婚之后我也没有要管你的钱，因为我就不擅长这件事情，所以我也没有说他的钱一定要我管或者钱一定要他管。而且我觉得各管各的是
你自己有经济独立之外，你可以掌控你自己所有的开销，除非说可能一起要买东西啊，那个再一人一半。我觉得会以有共同的一个户头吧，就是不会说一定要钱全部给我，或是给他去管理这样。我觉得而且要双方讲好，就是比较不会有一些不必要的冲突。那新婚夫妻呢，就是要去评估家里面的必要支出。其实必要的支出呢，包括房屋的租金，或是买房子的一些贷款，甚至是车子的贷款，或者是孝顺父母的孝亲费等等，这都是属于必要的支出。对，家庭里面有一些共同的支出，但是也有一些是夫妻个别需求的支出。总之，这些家庭的经济，我们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压力，所以呢，应该要做一些长期性的规划。再来是谈到跟父母同住的问题，这个就跟姻亲之间的关系联系有关了。我的任何待遇都跟他女儿一模一样，然后甚至就是他爸爸现在就是会以我为主，就是他们家比如说要吃饭还是干嘛，他都会先问说哦我喜欢吃什么，所以他们就吃什么，就是有一种被捧在手掌心的感觉吗？我觉得有点就是相敬如宾的感觉，因为毕竟是别人的父母，也不是从小一起生活，所以对他还是会有一种就是怕怕的，然后有点生疏的感觉，所以还是很尊敬，就是去了就会说哦叔叔好，然后可能晚餐会一起吃个饭，然后可是就是很安静的吃饭，然后我会觉得有一点小尴尬，因为毕竟还没有到很熟跟很亲密。就是我去他们家就是很 free， 可以跟他妈妈一起躺在客厅的沙发上一起看电视，跟他们相处就是很像自己的家人一样，我会把他们当自己的爸妈看待。跟父母同住有需要些什么调适？跟父母同住啊，其实第一个要点是一定要保有基本的尊重，因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嘛，他们原本就是有自己的生活模式，所以你只要尊重他们原来的生活的形态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那第二个呢，一定要自己主动的协助家务，打扫家里，这都是带给长辈，长辈会觉得哇，真的很欣慰，你可以主动的帮忙。对，所以彼此互相的赞美，彼此互相的感谢是很重要的。第二个部分是有关于姻亲关系互动的调适，女婿跟岳父母，媳妇跟公婆，这彼此之间都有一些期待，该怎么办比较好？因为其实在新婚夫妻上面，老公跟老婆其实都站在一个中间者的角色，那一边听听他们的抱怨，一边听听他们吐吐苦水，我觉得他们应该适时的扮演一个润滑剂的角色。是的，再来有关于人际之间的交友变化，第一个部分是维系原有的人际。我们都知道，每一个人在结婚之前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朋友，不能说因为结婚了就把朋友都丢掉了。因为有时候结了婚，然后距离拉远了，其实透过不定期的聚会，甚至是吃小东西或是美食，那维系跟闺蜜或者是兄弟之间的情谊，这都是很重要的课题。对，那第二个部分呢，是我们结婚之后啊，就会有一些伴侣的朋友需要认识。怎么样去跟这些伴侣的朋友互动呢？我觉得新婚夫妻啊，因为你的另外一半可能在职场上或者是在生活中都有自己的朋友，那一样透过不定期的聚会，或者是呢一起出游出去玩，都可以互相的彼此认识，甚至增添夫妻之间丰富的生活。对，人际之间的关系的维系确实是需要经营的。第三个部分，我们要来谈谈维系新婚夫妻契合的方法。会写信跟他讲，因为有时候气头上、口头上，你会讲不出什么好话。其实写信用文字心平气和的跟他
就是我们会交换纸条。如果真的太生气的话，因为我都有跟他讲，我心情不好，因为我这个人很冲，我讲话会不好听，那所以我会写信给你，希望你会看。意见不同的时候，就是会比较明显感觉到，可能其中一方口气比较差了，然后另一方就会先就比较冷静下来，就听对方讲完之后，然后就会跟他说，其实也是懂啦，就是可以互相理解，就是会退各退一步这样。我觉得互相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角色，就是例如说，有时候我可能就是像朋友，那有时候我可能真的就像另外一半给他建议啊什么的。可有时候呢，我觉得偶尔还是要有另一半就是要撒娇一下，对，就是要让他觉得他也很有成就感这样子。我觉得不要太严肃。如果有冲突的话，保持一个幽默感，或者有幽默感，就可以度过。然后也不要小题大做，我觉得就小的事情就小的事情可以算了。那如果是比较大，就有好的沟通就可以了。吵架的话，其实我个性是我当下不会想要跟你多说些什么，我也不会去吼你还是干嘛，我们两个就是算是比较冷静那一种的嘛。但是我啦，我是很容易，你比如说你不跟我讲话，我就不跟你讲话，我很能忍耐。但是他受不了，他就是你大概他只要过十分钟之后冷静一下，他就会自己开始来动你，就好像没有这回事一样。所以我觉得好像没有很到大吵，完全没有。如果彼此吵架或是闹不愉快，会先冷静5分钟到10分钟，等到彼此就是情绪平复了之后，再好好沟通处理当就是我们那时候不开心的问题，就是不会放隔夜，就是不会有隔夜仇，也不会就是在吵架当下就讲难听的话伤害彼此。我觉得这很重要。我们也来提供几个方式。第一个部分，我们要来谈谈寻求相关的资源。有很重要的教育部的资源，是教育部的家庭教育网。是在这个教育部的家庭教育网上面，它提供了婚姻的教育、性别的教育、亲子教育，甚至是家庭教育的专业发展以及其他的社会资源。那在这个网站上面也提供了家庭学习的网站，比如说家庭呢可以设一些相簿，或是拟定一些家庭的计划。同时它也提供了育儿的教育资源，因为有些人刚生小孩嘛，难免会手忙脚乱，那里面呢都提供了一些相关的技巧。嗯，非常实用的网页哦。第二个部分，我们会从各县市的家庭教育中心里面得到一些资源。是各县市这个家庭教育中心呢，它其实结合了学校以及社会的资源，包括了婚前的教育、婚姻的调适，或是家庭的计划、伴侣的沟通，或是有冲突的时候如何去协调、如何去化解危机啊。那里面呢也提供了一个家庭教育咨询的专线，电话是412-8185，那手机可以拨打02-412-8185，然后提供呢夫妻之间有关性别、婚姻、亲子相关的资源。哇，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帮助。第三个是有关于地方性的方案，在各县市都会推出一些各县市方案。嗯，像台北啊，在2018年台北市政府的社会局，他就推出了起步家庭支持的辅导方案。那他委托了爱家文化事业基金会驻点在内湖区、大同区，那针对一些刚起步的家庭，例如新婚的或者是刚有新生儿的家庭，提供他们在面临一些关系的转换、角色的改变上的支持与资源。这真的是非常实际的帮助。那第二个部分呢，我们就要谈到情绪的抒压管道了。哦，夫妻相处的时候遇到一些压力，该怎么疏解啊？嗯，我想运动啊、
听听音乐啊，甚至是看一场电影，或者是呢找你的好朋友聊一聊，诉诉苦，最重要的是可以寻求专业心理师的协助哦。对，如果在身边的朋友真的不太能帮得了忙的时候，其实专业的协助很重要，因为专业者可以给你更好的建议，还有更好的方向去做。第三个部分是宗教信仰的力量。宗教呢，给人一种精神的支持感。其实透过宗教的祈祷啊、默念，甚至是保佑这样的仪式，都可以让新婚夫妻在冲突无法化解的时候，有一种心中的慰藉。对，心中如果能够有一些宗教的仪式来帮助自己，其实也是不错的方法。今天我们有探讨了新婚期的美好，我想来问问宛如老师，您结婚几年了？我结婚满6年了。哇，有可以回想一下您新婚期有哪些美好吗？新婚期真的是非常的浪漫跟甜蜜，我们最常的就是一起手牵手，然后去看电影，或者是手牵手去公园散步。嗯，真的是很浪漫。嗯，可是也会遇到夫妻之间相处上有些什么困扰吗？这是一定会有的，比如说像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，像我们家好了，我就是可能比较爱干净爱清洁，对于脏乱的忍受力非常的低，所以我常常呢就会看地上好像脏脏的，我就会拿起吸尘器来吸，这时候我就会给我老公一个眼神，然后他就会很识相的赶快站起来，一起来帮忙协助家务的清洁。哇，那很不错耶。老公也愿意协助一起做家务最好了。是，还是遇到一些困扰，然后你要有一些抒发的管道。抒发也是一定要的，我最常做的就是找我的好朋友们或是同学，然后诉诉苦，对，把心中的不满全部告诉他们，那他们就是会给你一些慰藉。嗯，他们也会承接你的情绪，是，然后给你一些建议，而且还可以同理你的感受。嗯，对，在这一章里面，我们希望同学们能够了解，新婚夫妻其实真的有很多美好的回忆，当然也需要用心的去经营。那新婚夫妻呢，在生活方面，在家庭方面，真的需要一些调试。这个调试的过程，夫妻之间要互相的学习。这一讲里面也提到，怎么样去强化新婚夫妻能够寻找到一些解决问题的资源。这些资源希望能提供给所有的同学参考，您需要的时候，可以去运用这些资源。我们谢谢今天助讲的老师，谢谢各位同学，也谢谢各位同学的收看，欢迎各位再继续收看下一集，谢谢。